阿俊，恭喜你啊，又回去这个 Open Championship， 谈一谈你今天的感觉。今天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最后一天的 qualify， 所以昨天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，然后今天要特别努力，所以今天也尝试了好多个球，抓到小鸟，对自己今天的成绩非常的满意，也打得非常的不错今天。 很感谢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一个比赛，让我能够再次进入到 Open 里面。去年你也是有打那个 Open Championship， 你可以谈一谈去年的你所打的经验吗？我去年的 Open 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，也让我大开眼界。我自己很喜欢 Open 的那种氛围，那种球场，打起来特别有挑战性，而且特别灵活。 我今年能够再次去到 Open， 我想我会好好的准备为今年的 Open。你讲到准备，你有什么准备的计划呢？我会回到教练身边，和教练一起探讨对今年的 Open 的场地，针对一些特别的打法来针对训练。好，谢谢，祝你好运。谢谢。